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连焕维，今天很开心能够做客小哥的课堂，当音乐老师来教大家 Love in the Mirror 理想化这首歌部分舞蹈动作。我现在给大家跳一下我要教的这个部分，就是就是大家的副歌部分。有一座孤雨与外界隔离，这无人逃离 Baby 剩我们而已。其实最简单的是前面先往后，嘿摸手，嘿摸手，就感觉架起来就飞的感觉。然后下一个动作要这样的，手做一个位置过来，踩脚一起，就是说你要穿一件衣服，是不是溜啊，穿什么衣服，手感觉就要去捞你动，踩着这个同时就一起转，拿过来这里，这还快，手如果没地方放的话你也不要这样甩的，甩摸腰带，手看拳头，不知道 baby 的睡觉是那种很深情 baby， 但是如果是习武之人的话，就会有自己一些舞蹈特色，显示自己很会跳舞，就会 baby baby， 开始。然后再嘿滑一圈，滑一圈甩，看到这个手没有，转进来就有一个蝴蝶向自己飞来，蝴蝶是我，我就是蝴蝶，冲冲如果你肢体真的不太行，你就要在你的表情和那个情绪上面下功夫，慢慢转过来，二一，飞过来之后呢，就是可以看一下镜头，眨一下眼，然后就可以放原版。有一座孤雨与外界隔离，这无人逃离 ，Baby 剩我们而已。我学会了，我好开心。Baby